你自己跳过去拿的，不能怪我啊！对啊，我不要，我把你推过去。等等，他在干嘛？想干嘛？他远，赶快远离！哎、欸，居然没听到，为什么？穿过了，穿过了，他穿过了。我告诉你，你的 Y 坐标往上一格。哎、欸、哎，Y 坐标往上一格，你自己过去啦。欸、有，老师团团欺负我，我觉得不按重生了，不要啦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死了？不要啦，是谁做的？哎，我错了，太凶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哎。等一下，哈基，你不要再乱写。你用相对位置就好了。你闭嘴啊！为什么说我自己？传最近的吗？随机传吗？最近的，传最近啊！不是吧？随机传吧。随机的。随机的，是读起来啊！好可怕，好可怕，好可怕呀！啊！自己也传过去啊！哦、我还很滚烫，好可怕的！你干嘛？海水教练，我想玩游戏啊！还有呀，还有，好可怕哦！冷静，打掉！危险，危险啦！他们开始啦！危险！队伍，他们队伍还没选。每个人进来都会按。对了，哈基，那个结界师的加速还是双方吗？一直都是双方啊。好，怎么了吗？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想说是那个圈，之前是以为是那个圈啦。欸、之前有 bug 是就是矿物而已嘛，对不对？矿物那个修好了，修好了，只有圈圈内的才会有小矿物。喂喂，因为之前开的不就是双方的矿物全部加速？这个没啦，这还好啦，杰克、哦。因为我刚想说，这个还没改吗？是给谁跟你讲还没改好了？哦，这一次很快吗？有感觉很快吗？没有快，刚刚没有玩，上一局没有玩，这局要玩。因为上一局我们那队全部都忘了，就记得好像有改好，又好像没有，又好像有。我上一局有问他们，他都不知道。上岗，40%。哦、我要选啊职业，我不要选刺客了。你们放那个，我就完全变废物。发光吗？发光，我就直接变废物了。杰克也是啊，杰克我也是啊，然后我就硬去挖你核心。尤其第一波，因为杰克隐形，然后我也喝，要准备喝隐形药水，然后就快要到的时候，冰发光，直接掉头，直接撤退，落荒而逃，直接撤退。那我要选这一个。杰克不知道骑马，我还是觉得结界师比较好玩。骑马感觉没有马就真的是废物。那他有马其实挺废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吧，就180秒，好久哦。没有马后就真的是……哎、欸，其实我已经真的想到让他没办法玩哎、欸。怎样？很简单啊，地板门加压力板啊。哦，潮湿。嗯，滴答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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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只在里面跳来跳去而已啊。水也可以啊。有上次那个啊，对方用那个中毒箭矢一射到我的马就废了。一直卡。就直接一抬头。不然下次我 buff 一下好了。不用 buff 啊，我觉得其实还是很强啊。马的血量吧。就是他马的手指很棒啊。因为他防守自己方还是、他攻击太弱了，强对攻击超痛。他是对防守职业，来个游侠吧。我再想一下，不然拿来养好了啦。游侠，把马圈养起来。原来是拿来我要选个骑士来玩。我明明是坦克的意思，那我来守护一下。
什么无名者是坦克？你说什么？我说突袭者啊，这是坦克的意思。不是啦，突袭者是平凡的职业，他就只是普通的战士。啊，但是他可以创造不平凡的人生。嗯、对。那我要成为一个战士。很多都是战士啊。对。不要打我。看你怎么想而已啊。突袭者就是每个职业都有优点跟缺点，他是什么优点跟缺点都没有。嗯。哦。但是他那个抗性，刚刚上一场抗性还不错。我一直 Q 出去啦，气、死了！你一直按到 Q， 对啊，难怪我看到你 Q 出来，血很少的时候用个抗性，难怪有时候打不。有人没选对哦，谁？那就算了，有人那就算了，跳了，我再补几个。有，没有？超想玩看刺客的，可是玩啊。玩啊！你先吃，你先把嘴巴的东西吞下去再说话。只是发光发，脚被发光的话就是很难玩啊，就很难生存是不是。就是该爱的小窝了。就要该爱的小窝了。老盖在桥中间。那你结婚对象会蛮多的、啊。大家路过都会走进去。嗯，要在繁星点点的祝福下，该爱的小窝。他进去了代表跟你结婚了，出去代表要离婚了。没有、啊，然后还有缴出那什么占领据点啊什么的，他就是家里一堆人，婚堂婚礼喽，家里一堆人，好可怕。嗯，他们一下，好，好。如果我设定站在西瓜上面会疯狂的凋零，然后这个东西拿来应用在那个里面的话，可是里面有西瓜吗？还没出来啊，我可以出啊。哦，商店卖多少这样？对啊，那西瓜片可以吗？扔出去踩到凋零，就是西瓜砖。可是西瓜片，你要扔出去的话，你要先拿手上。把打成西瓜片。对啊，然后你又会触发恶作剧，西瓜玻璃一片，踩到就受伤。西瓜玻璃一片，哇！我想一下，好。有构思，有人在实践哦。实践是出来准备喽，玩的都没了。好，那个死亡喷的是 40% 哦。好，这场职业，哎呦，啊酱油你不知道刺客？我想想，还是先玩玩看战士好了。他居然真的可以，好不好？你要刺客就趁现在。哎，有了有了。趁现在刺拳，那我要成为刺客，刚好最后一个也补进来。要刺起来，在干嘛？两只红色。我刚刚杰瑞被霸凌，我刚刚也是被这样打，打到哦。我刚上一场觉得巧克力是变难打了，不好打，没有就那个啊，抗性啊，突袭者抗性。嗯，就有几次就是血少的时候用抗性，这样就有力量效果，又有抗性，感受到，有感受到，灯泡被丢，嗯，我是抢修鬼喽，好，好，去吧，去吧，所以刺客早上中午是没有用的，中午的时候，对，中午，中午没有，中午而已，然后晚上，然后如果是你的话，就是整，妈呀。很难过，请求三个字，很努力在做贡献。你刚刚很棒，箱子里啊，要死了。对，虽然你中途一度不听话，哎，我很听话，我只是嘴比较傲娇，嘴比较傲娇，嘴比较傲娇是什么鬼？为什么要把自己傲娇？对啊，其实我不是啦，拍谁拍谁。哎呦，繁星先拿炸弹。刚刚没有用到 TNT 啊，不然你们四五个人在那里面，我炸一下就爽死了。真的，我一直在想说你们会丢 TNT 下。对啊，很想丢啊。从天降 TNT 来。对啊。骑马来玩了是谁啊？哇 ！TNT 怎么用啊？就要他还要按钮配合哦。哦，还要按钮。为什么砍不到人？就原始的 TNT。啊，我砍到了。你们骑士技能就是可以收小麦、种小麦哦。好，那可以用 TNT 矿车吧？可以吧？哎，哈基哈基，这样结界师的结界杖不就没用了吗？结界杖还是废物了，输掉了。我想说，我有一本书，然后有一个结界杖，那我是要丢哪个呢？小麦，小麦，小麦，不要做面包啊！小麦给马吃的。
给马儿吃。哎、啊欸，你们要你们副手拿红萝卜，快点！那样太奢侈啦、啊。红萝卜，对对对，我可以的。副手拿红萝卜、啊，马被烧到了。在干嘛？在干嘛？马被烫到了。副手拿红萝卜可以干嘛？红萝卜，这个自己意会咯，自己找哦。我跟你讲，这有什么好处？超棒。嗯，就是你在打架打到一半说肚子饿的时候，按右键就吃下去，可以吃一下，还不错。有那种不用打牛排。哦、因为红萝卜补比较少啊，对啊，不要保护一下眼睛啊，眼睛有点过度了，健康要骗你们拿，你们觉得拿红萝卜就很棒了，有没有？也是，我们的信物哎、欸，就好可惜都没有骗到、啊那个，我们就是一直看着你们拿红萝卜，想说他们到底我们不是有矿工吗？矿工嘞，矿工先挖铁啊。特别杰瑞，哎、欸，杰瑞，你没有去挖铁吗？没有，没有去挖铁。我想说，这里想你，我想你来了。我想说，一回头，怎么这里挖铁的全部都没有发光？在干嘛？都不是矿工。我想要杰瑞来接班，我就先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画铁稿，我原本想说，嗯，啊，拍谁？青青青青子那边我处理就好，青青子那边我处理就好。我们是义工啊！矿工马来，矿工马来，那个中间比较多铁的，给杰瑞挖。那我死了。你死了，青青是我挖了，青青是我多，因为我需要帮你们加速。嗯，哎呀呀呀呀，好像还有一个、哦，可以放一下箱子一些铁。哦，这骑士谁啊？最快、欸，这骑士跑过来，怎么马上就有了？哎，小心小心，没有铁，金矿的人呢、欸？干嘛干嘛？你的铁，这个马没屁用啊！哎，在我们家里。啊！杰瑞，杰瑞，杰瑞，你后面那两个铁，我看很久，你都不挖，气死！等一下，我要，因为我在打蚊子。打蚊子，气气气气气，很忙哦。打蚊子，气上加气。我这只马跑蛮快的。对、啊、每匹马的那个速度会不同哦，跳跃不同哦。你要珍惜那一匹快马。对对，等一下变小肥马就哭了。等一下变驴。然后你那个马的 CD 好要就是赶快再招。很马很马马。刺客服不能穿装啊。刺客，你隐形当然不能穿啊。隐形不要穿啊。你要干大事了。好，大军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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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特异功能吗？好痛！我马要死了！我要来蹲，去喂他吃。定一下，有定到人吗？哎，有了，有了，他其实他又是一条活龙了，我不然会一条活马。残血了，残血，掉了。这里面的铁装是我帮你弄的哦。好，对，我要去。马要死了。没事没事，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。差一点，自己发生一个 bug。什么 bug？ 啊？复活之后，你的那个 CD 会直接哇，好了。对啊，哦，嗯，哦，刚刚上一场好像有遇到，嗯，原来是安妮哦，哦，原来那个是 bug 哦，复活，然后又一个马，对，刷马刷马刷马，不对，因为这个萤火自杀，我要把你刷马，你身上都清空，刷好，我你就可以刷马，整个家都是马，整个家都是马，然后让对方不能举盾，然后你还可以养小马，对，可以繁殖。送子鸟的礼物，好幸福哦！你可以用我们核心全部都是马，你用马把我们的核心围住。好像不小心点到，结果换我根本打不到他们，有没有？然后就凋零了。我过你，我过你，我过你。有矿，矿，矿，保护我，保护我！这吊死七个都吸了，这个客人好奇怪。这个矿真的吸很久哎，果然拿了一个奇怪的东西而已。哦，他那个喷掉矿再吸。嗯，将近五秒吧，掉在地上要掉超久了。对啊，这样就会东西在地板上，一群人在那边打架这样子。都下力，那个神力宝石在那边。都下力。我们今天的黄金矿洞是很裸露的哦，真的，裸的，裸的，要给它盖一下吗？裸的，裸的，呀，裸呀。我要去放陷阱，放陷阱。喂喂，右键还是箱子等一下一堆？右键吗？大家都把皮革松丢在那边。哇，小雨这么快！小雨这么快，皮革这皮革被丢掉了。我一直在打。老师扔掉了。你又吸回来了。我没关系，我拿去丢。哦，我想说本机到底在干嘛？原来是要爬上去。小雨女战神哎！这里这里这里。
萤火，干嘛、啊？不要推我！好隐约，我闻到一股香香的味道。香香香的，香香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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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，好痛啊！酱油，你要隐形就不要举盾。酱油，你要讲话就不要吃东西。他不是看得到你的盾牌吗？谁说不出你在干嘛、欸？然后裸体在那边晃来晃去。我在观察那个他什么时候会隐形。没有虫子吗？